Hello，大家好，我是 Snh48 H队的郝婉晴。今年是我参加的第三次总选，我总选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入圈吧，因为就是经历了去年嘛，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年入圈还是很希望的一个事情。就是通过第一年的总选，然后第一年是第30名嘛，是一个我当时想都没有想过的名次，毕竟当时刚来不久，然后没有想过自己会入圈，但是小饭碗们一起帮助我实现了梦想。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很遗憾没有入圈，尤其是看着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呀什么走过自己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悲喜交加吧。也有开心也有难过，开心就是看到自己的朋友进圈当然会很开心了，然后难过就是就是一直希望听到的那个名字就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过吧。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希望这一年多如果看到过就是如果自己的努力会被得到认可的话，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说他跳舞有进步，唱歌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进步，然后我听了虽然是很开心，但是我总感觉进步的人大有人在嘛，尤其是在我们团就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东西，都在进步，所以我希望我的进步是得到大家一个认可，是一个真正的认可，不是单单是一个鼓励的一个表现。也不是特别虚荣的说非要追求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只是觉得入圈像是对自己一个肯定，一年来的一个肯定吧。毕竟这是所有人都在想要的一个目标吧，我希望今年可以不会让我失望，也不会让我就是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失望吧。可以给我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
笑换成一把刀，嘴角的冷傲他丝毫不知道，人心长出了招。纯白无邪的礼貌，外表越是低调越想不到，每句话都暗示警告，世界很糟，面纱背后的心都叫你我的说，最致命的是谎言，谁才是王道，最后的一秒才揭晓，心在烧等不了。他看不到天使的穿透，写在了一张纸上，我以为没有空余时间，然后那张纸是有我的想法，以及昨天晚上的直播都是我的一些心里话，有想了解的小伙伴们、小伙伴们可以直接通过那里去了解更多的我，然后希望今年的总选可以不负青春，谢谢。